现在峡谷里面的小朋友们都非常的会玩。你看原来的小孩子们多单纯啊，辅助跟射手打野，好好打野，中路好好中路，玩得多开心。哪有什么，哎，直接进野区反人家红，还提什么4231、4050，这种专业术语是不是越来越普遍了？现在都变得老油条了，就不能欺负他，很烦。点评一下荣耀皮肤，荣耀皮肤我每个都用过，我可以发言吗？武则天是你真的很喜欢武则天这个英雄，你可以换一换啊。但是武则天你玩两把，你还是会能感觉到他那个后摇丢技能还是会搞得你有点难受的。李白这个二技能我总感觉怪怪的，但他们说是跟原来一样，但我就觉得怪怪的。尼克斯神域就是牌面拉满，综合下来我感觉我玩不过10把，一把300多块钱。程咬金那个还不错，比较有特色，他每个状态肌肉形态不一样，拳击碎影马马虎虎，猴子皮肤太多了，顺行者我觉得挺好，小鲁班这个还行吧，就是爱爱天鹅之梦那个雷电效果还是不错的，跟这个杀手不太冷这两个评级一样。无限飓风号一穿啊，你鬼知道他是夏侯惇，一手大秦宣太后，就是二技能不是吸攻击力吗？你是不知道你什么时候是满攻的，但这个皮肤是你吸满了后身上金光一闪，达到最强形态，明白吗？大仙好好说，第一颗水晶换什么？换高达吧，有一说一，高达还是挺有牌面的。推塔的节奏一般都是边边边边中，两个边路塔都掉的话，中路自然而然就掉了。他最烦的就是这个塔掉了，这个塔掉了，五个人在这个中路打麻将，什么也做不了。兵线他过来我清一波，那个人过来清一波，清来清去优势就没了。你只要想着推边路，然后往这个野区一站，视野一站，他们忍不住清线，这个机会就推上了。他这个不就漏了吗？漏了不就机会就来了吗？现在基本上，然后你就开始要卡线了。一般游戏的正常节奏就这么走，高达勇往无前，我吃个蛋，总得有人上去，我嘎嘎上去卖，就是这么打，他就是得有人上去冲，我肯定是冲第一个，然后再推这一个，就基本上游戏的结束，思路就是这样，没毛病。直接三人压下，他有干扰，他干扰了，我一手惩戒。下路一蹲，辅助带干扰，直接越塔。他一个人瑟瑟发抖，逮到了机会跳，反手一惩戒，我普通攻击一下，刻骨铭心。我是不是带着800万雄狮，然后辅助捏着干扰越他塔？他真的没办法，他真的很真实。这个发育路在上路真的是绝育路，太痛苦。无需再忍，啊，我有没有搞错呀，大哥？人和人无需再忍，哎呀，老哥，哎，不要慌，担心他总会有一波能站起来，只要赢一波团战，我将会把经济拉到3000以外。告诉我是哪一波，必将百倍奉还。不让他弹开我。好，就这一波，兄弟们啊，注意啊，就这一波，嘎嘎刷。他的野区我们家吃三线，然后看经济，直接压对面3000，看2000，什么意思？反省，他总会有一波能站起来，就是你，我的宝，丢虫小技而已。酷，酷鞋，我问你个问题啊。你说什么？就是他们挺好奇你那个为什么要叫酷鞋？我当时就想取一个酷一点的名字。一开始第一次看你那个字，我犹豫了一下，怕读歪了。那主持人又读错了，然后有个主持人叫他酷凯。西河，是不是你有一天发现没想过后面自己这个打比赛挺多粉丝的，找你签名的时候会不会有点痛苦？九月啪两笔写完，豆子两笔也写完。有一次我和九月在一起签那个照片，我签了1/3套就签完了，还嘲讽你。白领，白领，白领，来了。雨
之一战，打完这局睡觉了。啊！他怎么知道我要进那个场？哦，好。哎，好，这轮到我了呀！啊！感觉出来了没？我还是个老姚玩家，我会刷盾，放心操作。在盾破的一刹那，我会下去。OK，Show time！ 嘿，哦，电话交早了，这不？等我很久了吧？哼！哎呦妈！我都失误了，这不？我这波没失误，你看我这个刷盾刷的好。六六六！哦。建议你去交几个粮，特别建议小心抛弹啊！说晚了一步，今天完成目标了呀，我已经打到2000分了，2000分可以了，收手吧。不行，我要打到跟豆子一样，找他们玩，我已经不想跟他们玩，他们死缠了。前两天不是跟他们玩吗？因为我们那个段位，只能跟75星的玩，我那天跟他们玩后。每个人连夜开始打新，连夜开始打新，全部都76个星，还是拼了命的熬夜。大勇公会965365，虎牙688，每晚7点半，咱们不见不散。